好，我是 Crystal， 是多伦多的全职地产经纪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 今天我就来到 Etopico 去看一个全新的 condo building。 condo 的名字就叫做 Mirabella condo， 它地址是1926-1928 Lakeshore Boulevard， 其实是两栋新楼来的，但它的业主是上年9月左右开始收楼的。你听到 Etopico 你会想到什么呢？好远你就想到遠啫，但係喺我嘅 opinion 嚟講咧，其實 Etopico 係一個好靚嘅地方，因為佢嘅自然環境係十分之好噶。好似呢棟 condo 如果向南嘅單位咧，佢望住個 Lake Ontario； 如果向北嘅單位，你又唔需要擔心冇景喎，因為好似我哋而家企緊呢個單位係可以望到個 High Park。High Park 即係平時睇櫻花嗰個好大型嘅公園。跟住 Etopico 呢度係有好多個 waterfront trail 啦，可以連接到，即係成個 trail 係好長噶。咁亦都有幾個公園啊，或者沙灘等等。咁所以個自然環境係十分之好，同埋佢距離downtown亦都唔係十分之遠。今日我同 Jackie downtown過嚟啫，我哋即係啦，睇正downtown中心，其實揸車過嚟都係12分鐘到嘅啫。但係你呢度又冇downtown住得咁逼傑。你可能啲 condo 嘅 size 會大少少啦，你成個自然環境咧係好舒服噶。交界係 Lakeshore Boulevard West 同 Windmere Avenue， 咁北邊就係個 High Park， 南邊就係 Lake Ontario。Topico 依一個地區咧係啱啱嗰十年其實發展得相當地好噶，一落樓已經係有巴士站，去到 Bloor 街嗰度係有地鐵站，揸車5-10分鐘已經是有幾個 supermarket、牙醫診所、銀行不同類型的餐廳，去downtown亦都有大概15-20分鐘。棟大廈的 amenities 是超級地好的，每一個大廈都會有一個1萬尺的室外 amenity， 它會有自己的 gym、party room、fitness center、library、yoga studio、business center、小朋友的 play area。Outdoor amenity 咧就大概系18,000尺嘅，咁出边有个水池 with 一个瀑布啦 ，sitting area 有 outdoor 嘅 barbecue， 有 fire pit 等等。咁点解我今日会喺呢度咧？我咧其实就有一个房源就嚟要上市噶啦，咁就系一个2+1,1032尺，单边系向东北角嘅，所以我哋呢个单位咪可以望到 High Park 咯，同埋喺另外一间房咧。其實亦都係可以望到南邊嗰個湖景嘅。好啦，咁我哋而家不如先睇一睇呢個單位先。咁我哋今日一共係會睇4個單位㗎。我哋睇嘅第一個單位就係我哋自己嘅房源，就係而家攞出嚟出租3650蚊2+1嘅單位。咁樣依度有正門啦，一入到嚟玄關位左手邊 double mirror closet， 依度咧就已經係洗衣機房啦。我幾中意洗衣機房擺喺門口，唔會嘈到大家，唔會太嘈，係啦。咁跟住過到嚟呢個就係個主人套房，呢個係個 sliding door， yeah。 咁我哋入嚟先，係啦，個走廊咁呢度咧有個，其實都係 walk-in closet， 啊大㗎。如果你入邊再裝埋啲 organizer shelf， 都可以擺到好多嘢。咁成個單位咧，木地板、9尺樓底、smooth ceiling， 同埋有好多地方都已經係裝咗 pot light 嘅，同埋佢每間房咧亦都已經係有燈。即係你都知咧，而家有啲新嘅 condo 咧，佢嘅房可能冇燈，但係依個已經係有曬啦。主人套房咧，呢度係向東嘅，咁就望住 Mirabella 嘅 East Tower。但係如果你過翻嚟少少，係啦，呢度有個 balcony 噶嘛，你係可以望到 Lake Ontario 噶。咁呢個就係，同埋你依度你張牀係擺依個位噶嘛？咁你起身你遮住咗依一邊。哦，係啊，哦，你都可以望到，又係遮住依邊都可以望到個湖咯，同埋個 High Park。雖然依邊係有個 building， 但係咧，因為成個單位全部窗都好大，如果你東邊係有太陽嗰時咧，其實都會照到個單位。只不過咁啱我今日揀拍呢個單位嘅日子就係又落雨又好大霧。我哋哦 ，Hatcher 係啦，我哋依個單位個號碼係3602，我哋係36樓嘅，所以個景咧係幾靚。咁呢度主人套廁啦，主人套廁依邊有個窗㗎，咁 with 一個 shower。離開個主人套房行多幾步咧，咁我哋就嚟到依一個 den 啦。咁個 den 咧
做唔到睡房，但係一個 good size for 真係一個辦公室啊、study room 啊，或者如果屋企多雜物，咁呢度就可以改咗一個雜物房。行多幾步啦，我哋就嚟到個廚房。成間屋 appliances 當然都係 stainless steel 噶啦，連埋洗衣機、乾衣機咧，全部都係 Samsung 嘅。啲全部都係全新嘅 condo size 嘅 appliances， 一個星盤 ，quartz 嘅 countertop， quartz 嘅 base brush。咁我哋嘅客人咧就揀咗淺色做個 color tone 嘅，所以成個單位都光猛先，有 soft 係啦，有 soft closing， 微波爐同埋抽油煙機 twin combine 嘅，焗爐，咁就係個洗碗機咯。其實依度咧，你可以買張一張高少少嘅台嘅，咁你就會多啲 counter space 咯。Yeah， 係啊。或者你個 dining table 擺依度，係咯都可以。咁你係咯，咁你就會多係啦，長形咁樣擺依度，咁你就可以多少少位咯。咁依度係個洗手間，因為洗手間好大。即係門都好大。係啊，即係佢依啲門咧，其實你可以個輪椅係可以入到去噶。即係個屋企係有人，周圍都係好輪椅嘅。而家全係啊，咁呢個就係 with 一個浴缸啦，一個星盤 toilet， 同埋佢依個洗手間係可以通到去第二個睡房。我咪依度出嚟，呢個就係第二個睡房啦。依個睡房咧就細少少啦，但你都可以擺到一張 queen size 嘅牀。但依間房個景係最靚嘅。係啊，上單邊係啦，你呢度落依一少少簾，嗰邊就係 High Park。影俾人睇下先。即係只需今日嘅天氣唔好。雖然話唔好，但係都睇到好多景。嗯，同埋始終樓層比較高咧，即係前面雖然係有 condo building， 但係你已經高過佢啦。咁我哋翻翻嚟，其實依個係個 family room， 或者係個 living room。其實依一度咧，你可以將佢改咗係第三間房，即係你可以揾人依度咧整一個 sliding door。依度咧全部都衣櫃嚟噶嘛，成個都係衣櫃。依度你可以改成第三個睡房。但係屋企真係唔需要嘅，咁你依度咪一個好大嘅 open space。係啦，咁你依度就係 sofa 啊，擺喺依度，咁嗰邊可以有一個比較 formal 大少少嘅 dining table 喺嗰邊。第二個單位係690尺，一加一兩個洗手間，西北方向嘅單位。正門左手邊就已經洗衣機、乾衣機，跟住依度係有個 closet。廁所亦都是相當地大，是一個輪椅是可以入到嚟噶。Again， 整個單位都是木地板，我相信佢當初依一個發展商推出樓花嗰陣時咧，應該佢俾嘅全部都是地板嚟噶，所以啲房間都唔係有地氈噶。不過依個就是一個淺色嘅地板啦。Warden 嘅 kitchen， 咁同埋佢依個單位而家係攞緊出嚟賣699,900噶，咁啊做曬 staging， 俾你可以 imagine 到個單位點樣去擺傢俬。企喺露台或者係主人套房咧，嗰度係可以望到 High Park 嘅。個釘嗰度，如果你加多個 sliding door， 依個單位完全係可以住到兩個人。即大家都有自己的空間，相當 spacious。主人套房咧就係 with 一個 shower 噶。第三個單位是977尺，兩房兩廁嘅單位，佢係向東南角噶，入門口有個 closet。走少少走廊，咁呢度就是洗衣機、乾衣機，有個 den， 呢度就是主人套房。咁我嚟拍 video 嗰日咧，實在係太大霧啦。其實依個單位係41樓，個景色 suppose 係好靚，因為你可以望到 Lake Ontario 嗰個湖景㗎。
主人套房有个 walk-in closet， 同埋我中意佢个厕所咧，亦都系 double sink。厨房依一个系拣用咗白色嘅颜色啦，中间有个 center island， 咁呢度就系个 breakfast area family room。依度咧就系可以望到个湖景噶，我俾大家睇下，如果真系望到湖景个景色系点先？个景色系咪好靓咧？仲可以望到 downtown 个 CN Tower。依度系第二个洗手间。同埋第二个睡房，第二个睡房你是有足够的位置可以摆到个 queen size 的床。依间房咧系向东噶，但如果你行去窗边少少，都可以望到湖景噶。第四个单位咧系780尺度向南嘅一加一两个洗手间，咁、那个 layout 咧就同我哋之前睇嘅第二个单位有少少唔一样嘅。依、这个系个钉，其实个钉真系好大，你系够位可以摆多一张 double 嘅床噶。厨房啦，咁佢个 cabinet 就有两只色做咗一个对比。呢、这个第一个洗手间，咁呢栋 building 咧加一两个洗手间咧，就个租金咧就大概喺2650至到2900蚊不等。呢、这个单位25楼噶嘛，咁所以咧，我哋都呢个单位而家咁大雾嘅情况之下，都可以见到少少湖景，同埋系可以望到 Humber Bay 嗰个 Arch Bridge 噶。主人套房单位的窗十分之大，好光猛。我哋今日睇嘅第一个单位二加一，咁就系放租啦。个叫价咧系3650蚊，系包一个车位，同埋个单位咧唔需要担心，因为个业主系会装窗帘噶，租客系唔需要去做嘅。咁而家呢两个 building 咧，亦都有其他单位攞紧出嚟出租或者系放卖。譬如佢有一个 popular 嘅 layout 一加一两个洗手间，咁佢出租咧大概系2700至到2900蚊不等啦。如果佢攞出嚟卖嘅话咧，咁就系680000至到710000到。咁佢亦都仲有啲两房或者三房嘅单位攞紧出嚟卖，咁嗰啲通常咧130几万以上噶啦。咁如果係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喺呢一個 contact list 去聯絡我。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